来依序要依序。来自南投县的奈乡立行国民小学跟翠鸾分校，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高铁彰化站，这一次呢能够赞助我们哈，能够到台北3天2夜之旅哈。那其实在2年前我们就准备要出发，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拖到现在。那终于呢，我们小朋友们期盼已久，这样期盼2年的3天2夜高铁圆梦之旅啊，终于可以成型了啊。那我们小朋友大部分都是属于的奈乡的泰雅族的孩子们啊，家境大部分都是比较没那么富裕啊。那家长们大概也都是做临时工比较多，所以收入也比较没有那么的丰沃了哈。那家长们也比较没有机会带孩子们坐高铁，尤其坐高铁到台北，所以呢，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们高铁彰化站能够给我们学校的孩子们有这么难得的机会能够坐高铁到台北，能够来实现小朋友们期盼已久的这样台北的圆梦之旅。那这一次去台北呢，我们第一天会去立法院参访，那第二天呢，我们会到木栅动物园，那第三天呢，我们会去总统府参访。那相信呢，借由我们彰化高铁站的这样的善行义举啊，提供高铁的这样的乘坐的机会给我们孩子到台北啊，我们孩子有机会走出偏乡部落哈，然后到这样繁华的大都市，对孩子们来说哈，也是一个能够增广他们见闻啊，还有开他们眼界的最好的一次机会。我们再次感谢我们高铁彰化站啊，尤其我们的林站长啊，还有我们周专员，非常的费心啊，在这一次的我们的高铁之旅啊，谢谢。在我们高铁的快闪表演哈，是属于我们泰雅族的传统的歌谣啊。那我们的传统歌谣里面就是叙述，小朋友们要到台北之旅的这样的一个喜悦的心情哈，用他们的泰雅母语来吟唱出来。那也希望说，带给我们平地的这样的旅客哈，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哈，然后看到我们比较难得的一个泰雅的歌谣哈，聆听他们的传统的歌谣，也会让我们有不一样的文化上的一个多元的体验。还是营运银行呢，每年间断的持续办理这个公益活动。那么在3年前呢，我就已经跟这个奈乡的立行国小的联络上啊，打算来赞助他们到小朋友到台北的这个圆梦之旅。那么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公益活动就停办了2年。那么在这2年期间呢，小朋友都感觉很失望。那么终于在今年疫情降温了哈，那我们就开始恢复办理公益活动。所以首站我们就邀请这个立行国小的小朋友来参加。那小朋友们大部分都是住在山上，经济情况比较不佳，都是家庭的小朋友，所以他们很多呢都是生平第一次搭火车，甚至是生平第一次搭高铁。那么我们很荣幸可以赞助这个偏乡的小朋友来这个搭乘我们的最新颖的交通运具到台北去体验一下我们都市的生活，去参观立法院啦、游木栅动物园等等，我们觉得相当的有意义。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办理这个高铁圆梦之旅的公益活动。那么希望呢，把这个资源呢带到更多偏乡或者有需要的族群们。